可是你偏偏不是我的孩子，难道老天爷把你降临到这个世界上，就是来拆散我和陈晓的吗？你回答我呀。千万别想不开啊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。你不要跟我说话，全部都是因为你，我的孩子呢？你把我的孩子还给我呀，还给我呀，我的孩子呢？对不起。陈晓，陈晓，这就带你去找你的妈妈。玲玲姐，钢镚儿，你没事吧？钢镚儿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想和钢镚儿单独待一会儿。找些朋友找谁吧？你这个混蛋！赵小鹏，你这个疯子！你拐走了钢镚儿！你听我说，你要说什么？你要说什么？你看看陈秀被你害惨了，这一拳是为陈秀。赵旭宝，赵旭宝，你再看看我，你看看我现在也被你害惨了，这一拳是为我自己。嫂子，钢镚儿，娇娇，你听，你听见钢镚儿哭了吗？没有嫂子，钢镚儿会找着的啊！玲玲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听到钢镚儿哭了，是他是在楼下的。冷静一点，嫂子。嫂子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嫂子不是疯了吧，姐？